哎，那今天天气又不错，然后又刚好放假，那就想说来滑个板好了。那我板子已经准备好在这里。那这个板子其实是小鱼板，那就是非常的小。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小。那高度就到我的膝盖这边，这边。那手臂大概就这样子，这么小。因为它很小，所以非常的不好操控。对，那跟一般大的滑板比较不一样。那现在就来试滑。怎么突然这么多车？